超过十公分，快四千了，是建议那个明天来跟他排个时间，按部就班剖腹了。剩不到两天的时间，其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譬如说要把指甲卸干净，回家打包一下行李，出去外面吃餐好的，第二天早上回医院做了最后一次产检，还要签一堆手术同意书。我快吐了，我好紧张啊！还要时不时安慰这位爸爸。我们现在要出发去医院的，差不多十二个小时后就看得到宝宝了。好，走，出发。怎么又更大了？ By the way， 这时候的我75公斤，我一共胖了24公斤。拜拜。入住了下班后的医院，虽然住的地方非常豪华，但一点都没有度假的感觉。刚刚做了一系列的检查跟签文件啊，孕妇真的还蛮忙的，就是一边要抽血啊，要做胎心音，宝宝动的时候要按一下这样子。因为我12点之后就不能再吃东西了，所以刚刚也在同时也在叫 Uber Eats。 我想吃胖老爹，胖老爹好好吃哦，我想吃胖老爹。好，胖老爹，快快快，7块鸡腿跟饮料，可我不太想喝可乐。现在终于有点时间可以休息啦，我们有自己带 Apple TV 啦，可以追个剧之类的啊。现在就有朋友来探望我们，大元在用奇怪的方式感谢他们。就这样在紧张的心情中过了一个晚上，一张开眼发现 Cassie， 现在就退房喽。等待时间真的感觉很漫长，妈妈好伟大。陈静薇的家属，嗨，张医师早。我昏倒会被忽略在地上，刚刚为你讲，对，大家都不要理我，还有我的相机，啊，相机要理，相机要理，相机帮我捡起来录影。相机不用理吗？你确定？摇来摇去的感觉是真的。哦，好，我要去抵抗它。不用，放松就好。还好吗？哎，赵云，赵云，快乐！生日快乐，赵云！今天好多手奖哦，1234，不是有看到吗？有。1234，小女生。1234。好。来看一下。哦，赵云。哭爆，真的哭爆！我第一次看到我老婆的肚子里面，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人体被剖开。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吸盘，就是把那个宝宝这样蹦出来。期待原来长这样，然后宝宝在哭的样子，然后他长得就好像弥勒佛。我需要消化一下，现在先来沙发区等维尼出来。Hello， 老婆。还好啊，医生们真的很厉害，我觉得这个体验真的很特别。稍微叙述一下，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。我进去之后就很紧张，所以开始干呕。啊，好紧张啊！紧张到我不知道我是紧张的肚子痛，还是想大便的肚子痛。只是跟护理师小姐他们也是有说有笑的，对，就比较不紧张这样。他们麻醉有分好像是两个嘛，一个是手里面注射一个液体，然后那个会让手有点痛痛的，可是注射进来就是他们说很像喝醉酒茫茫的啦。然后我就说好久没喝酒，来来来来。
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细细的针扎到我背里面，要整个人拱起来，像一个乌龟，可我肚子真的太大，然后就是拱不太起来。然后那个针打下去，就整个下半身就麻醉。我现在那个针其实不痛，我觉得不痛，跟尤其是跟手里面这个比较粗的管子比起来，我觉得真的没有感觉。我在想说，生小孩笑成这样对吗？这样子下半身会整个麻醉，那我就是那个痛的感觉没了，可是还是会有感觉，就是有东西被挪来挪去，就一直有说有笑的，然后就哦，宝宝出来，宝宝出来，生日快乐，快乐。我能呼吸了，好久没有呼吸的感觉。然后就拿去清洗一下，就放在我们旁边，然后就很感动。对啊，他的眼睛会笑，老婆。I don't mind the slow down anymore. I don't mind the sound of my shoes on your floor. 哭啦，可能护理师有录到，因为我是跟道云讲话讲到一半开始哭了。Just as long as friends and family sing along. And I don't need more money or faster car, nah. Don't need a magazine to call me a superstar, nah.现在就是在恢复的地方，在这里在观察什么血压有的没的，在观察几个小时，然后都 OK 的话就可以去继续休息。然后他们也给我一个无痛打到饱的这样子，核心真的非常厉害。对，稍微一点点不舒服就可以不要客气的按下去，他们是这样说的。我是不会客气的啦，觉得这个钱都付了，就当然就一定要是把费。好，那就先到这里咯。我要看宝宝的照片了。嗯，好像有点开始恢复感觉，有点痛痛的。安抱他。好。哦，发出声音，不吱不吱的声音，不吱不吱不吱。我感觉到。他自己停下来吗？我不想一次用完呢，我给他一下嘛。对啊。他怎么不停？他怎么不停？就一直哔哔。我再按一次嘛。他要停下来吗？我不想一次用完啊。我没那么痛啊。要停下来，就是要我再按一次的意思吗？我不知道。感觉该不会全部都用完？那我有点紧张，你可以帮我问一下那个，他会自己停，不要再录了啦。差不多一个小时后，护理师把宝宝清洁跟整理了一下，现在要教我们一些喂教，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抱宝宝。加油！非常感谢当天的医护人员还有医师们，生产过程能够这么顺利也是多亏你们的帮助，后续的卫教也十分受用，那我们的第二胎也拜托你们啦。嗨，道宇。 Hello。 他长得好完整啊。 Hello。可爱、啊，拜托不要像大人。他脚趾好长。他头发怎么那么多啊？对啊，头发怎么黑啊？哦，可爱哦。
啊、不要！哈哈哈喜欢刚刚那支影片吗？那记得帮我按赞分享，还有不要忘了按订阅哦。爸爸妈妈剪片很辛苦，这样都不订阅的话，我可要可爱暴击咯。还不订阅，我可爱暴击咯。我可爱暴击，拜托，拜托，订阅嘛，拜托嘛，按订阅嘛，拜托，订阅嘛。